好有个照应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说话啊！带队去抓人。喂，你老实招供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千万字还不走？有情况再通知我，去吧。 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派出所查案呢。是啊。舅舅，有人跟我说你在做非法生意。你怎么会跟着他们混呢？我找曾兰佳先生，他在吗？是郭小姐吗？是啊。老板正在等你。啊，跟我来。 江岛不许再给那个女帮办找麻烦，知道？对不起，老板，你撒谎了，免得节外生枝。我死也不会做的。歌虎教你的嘛？哎，出入口嘛，出口入口。一局赢了又怎么样？不用干的，别碰那个女人啊。嗯。哎，接着玩。都妓女。我看是黑社会。 那还关注着很多女孩，有什么事？马上上船。现在，我们直接谈谈。我们进去谈。哎，马拉，叫他。什么？逼不得已呀。到底为什么？你姐姐跟我，快！